你高级公寓本周有拉霍克的朋友阿迪来访，但阿迪却带着建商要来买家乡的土地盖饭店。我出市价3倍跟你买，这样很划算吧？面对高金额的售价与祖先叮咛的两难下，拉霍克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？敬请锁定原氏16频道《女高级公寓》。